哇，这里很有格调哦。是，这楼也很漂亮。芭蕾很美。哎，有个小妹妹。小朋友，你好。好可爱的小姑娘。小虾，唐宋拉西虎。哦，小丫头，他说先生小姐送你们鲜花。谢谢。小丫头。西湖奔哦，西藏西湖奔哦。谢谢。 西藏小姐不想要开始再会。小丫头们，舞你的舞哎，你在开始，听舞会开始了，走。哦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能请侬跳支舞吗？ 当然可以，天天不不不，到两宵，看来你不会再忘记。你已经印在我的心坎里，但不知今后能否再见面。 露露小姐啊，手机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设备。三位贵客，三位贵客，李湘婷。小丫头，谢谢谢谢。听足，确定底薪啊？谁子？哎，哪里得来个小东西？我是从金八爷埃搭逃出来的。金八。 逃出来的，从金八爷那逃出来的，都快到两江去躲一躲，快！三位客人，那千万不要告诉我，小东西是藏了这里。人呢？人呢？说不定是你呢？哪是啥呢？露露小姐，没有看到个小东西跑了进来。是的啊，里头有啥小东西？先生，小姐啊。 哪看到小东西了吗？我们都没看看到，没有人，没有人跑，多，明明看到小东西进来的。啊，那你看到我没有看到？问问看，不要瞎讲，我看到伊进来的。侬看到啥人了？我没看到呀。哟，您喝点咖啡吗？讲一讲，得罪我的金八爷的后果。讲。放肆！侬晓得迭个三位贵客是啥人？啥人啊？伊拉可是金八爷请来的。 今朝就勿当了露露小姐，搿只三位贵宾了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，哦，告辞，不送，不送，走个，快走个。多谢三位，小东西，来，快谢谢三位，谢谢小姐，谢谢先生，不要客气。小东西，侬快走吧，千万勿要再把金八个人抓牢了。 太有感觉了，有请三位老师到我们最初的地方好吗？好，有请三位老师，你们好，我呢是上海沪剧院的青年演员，我叫高高。嗯，我觉得今天的这一个沪剧欣赏应该说是非常沉浸式的，是的，完全全新的，沐浴新的感受。对，为什么会想到做沉浸式的沪剧呢？我从小其实就跟爷爷一直会去看各种剧。 然后呢，我一直是以一个观众的身份坐在下面往上看，然后我就在想，为什么不把他们带进来呢？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沉浸式，他们就会觉得，哎呀，我今天不只是来看了一个戏，而是我今天来玩了一场沪剧。所以这个沪剧又多了一个新的沪，就是交互，对，始终在进行交互的体验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个是不是在表演上完全是一种先锋的创新方式？应该就是我们表演上讲的打破第四堵墙。其实刚才。 我们从到台口小姑娘给我们带这个小花的这个开始，其实你就成为了整个演出的一部分。然后我们一路上来有民乐和西洋乐的一个合奏，带着我们翩翩起舞。我觉得一下就拉近了观众跟演员之间的距离。你仿佛不是在看戏，你就置身其中。我觉得这个恰恰就是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的，能深入的感受我们沪剧的这种历史底蕴和独特的韵味。是的，是的，守正创新恰恰是最难的。嗯，对。 这个新鲜的尝试，也让我们更加想看一看传统的沪剧到底是怎样的魅力。是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去剧场看一看我们的传统经典剧目吧。走，好。音响。
上面来吧，坐老师来。好，您好，您好。我们传统沪剧它的腔调非常的柔和婉转，那我很好奇，它当中有没有什么绝活？这个我知道，我可以讲答。因为我知道沪剧里有一个特别就是独特的技艺，叫做父子板。是的，是的，大概1分钟，就500字左右这样的一个速度，说的还是唱的？唱的，还得带调儿。哎，对，带调。 我觉得真的太感动了，这就是传承的重要性。对，我特别好奇，就是是不是沪方言是掌握沪剧的也是基本功。其实我们这个。
近距离的上海话吧，就是有的老上海的那种韵味在里边。我们学一下好不好？好的呀。天上吃过山，地上吃着印，上上吃着顶，台上吃着灯，屋里吃块饼。由于这个难度太大了，我决定自己交一份答卷。Z Z 父 Z Z 木兰当父 Z 不闻 Z 祖宗闻完女看 C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我们是不是一人学一句呢？好的好的，一人学一句。天狼吃苦心，天狼吃苦心。哎，对的好的，哎，死狼吃只硬，死狼吃只硬，死狼吃只硬。嗯，哎，老师那个响狼吃只钉，响上七颗钉，响上七颗钉，响上七颗钉。你一直改了个调，用的普通话。对了对了，吃只钉。好的，屋里吃块饼，屋里吃块饼。哎，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你们连起来来。天狼吃苦心，蛇狼吃只硬，狐狸吃颗饼。早了，还有响狼，墙上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响狼吃只钉，对狼，狐狸吃颗饼。又懂，上月直接最后，对狼吃只钉。我今天发现我这个舌头比较大，学不了沪语。其实沪语是这个沪剧的也是根之所在，对，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守护好地方方言，学好这个老沪语，其实也是守住了我们沪剧的根与魂。对，嗯，让沪剧人的初心与城市同行，与人民同心，能够代代传承，生生不息。加油加油加油。沪剧可以说应该是上海的名片。对，那么沪剧呢，它是起源于生活，又贴近生活，一直呢跟着人们的生活走，展现上海的风情和时代特征，所以我认为传承沪剧就是传承我们上海记忆。对对，第一里的中国第一句五千。